我给你妈买了今天下午的车票，一会儿赶紧送到去车站。我就想不明白了，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呢？我再说最后一遍，赶紧让他回家。他在这住碍着你什么事儿了？反正就是不能在这住，这个家有他没有人，我没他。李胜，你先冷静冷静，大家还是好好聊一聊吧。能说说怎么回事吗？他非得让他。